大家好，我上面我又了。今天三遍买了个牛蹄，二十只鲍鱼哈。今天做个鲍鱼烧牛蹄，开干。在我们这儿海鲜是比较贵的哈，那么大个头有十二一个哈，在你们那儿好多。先把这个鲍鱼涮出来，涮了这个黑色的东西啊，再取一下鲍肉，扯掉内脏，取一下鲍牙，再把鲍鱼盖上花刀，这样一煮就开花了，非常的漂亮。再把蹄子砍开，剁成小块，阿公点火，要再开干，冷水下入牛蹄，下葱姜料酒，三开要煮十分钟，出个水，先葱姜，八个香叶桂皮，陈皮两块，出水后捞出来洗干净，烧油，放点白糖炒糖色，然后就炸红色嘛，泡泡下入牛蹄，来点黄豆酱，豆瓣酱，下入香料，一起煸炒，炒香以后加入清水，调味盐巴鸡精胡椒粉，三开转小火煮五十分钟，时间到，再下入鲍鱼，再焖三分钟，这个颜色哈是非常的 beautiful 啊，要得了七哥，鲍鱼靠边，牛蹄中间，再浇点汤汁，最后葱花收尾。就这个鲍鱼牛角干，我后几天评为你们一个小五星，你们会给吗 ？Thank you。来哦，我请哦。要得，开干。哎，这个鲍鱼嘛，我鲍鱼是红色啊。啊。啥子牛蹄嘛？吃鲍鱼，我鲍鱼吃的。鲍鱼吃吃牛蹄。那我冲就行，我冲就行。好东西都留给你们吃哟。来哦，来哦。白面哇。嗯。可以。才十二个。嗯，好的，香烟，香烟，嗯，吃不好。喂，花姐，那牛肉刚才出水出熟了，不然我牛肉就要煎。嗯，那牛肉嘛，就是牛还嗲。嗯，绝了。嗯，吃铁掌。吃最好吃。妈，算了，鲍鱼。嗯。哦，送鲍鱼。啊，爽。那你是怕的嘛？是可以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。如果喜欢，我想付了这些我们，我们不能这样。发了个拜。